腹部出现巨大鼓包，这病人怎么了呀？这肚子这看着太吓人了。它带给人们巨大的痛苦，又该如何消除？健康之路带您化解鼓包的危害。 健康生活，欢迎大家收看由无限极高品质中草药健康食品独家冠名，由关注百内障关注眼健康的沙普S特约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我是季玉华。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看到小宝贝儿在腹股沟啊，在肚脐这个地方，要是鼓起小包来呢，那就是我们小朋友得了疝气了。但今天呢，这个包啊可不简单啊，咱们来看看怎么个不简单法呢？你看，这也是在肚子上鼓起的包。 这一包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这个不会是肿瘤吧？或者是不会是怀孕了吧？但很明显就是囊性啊。那就是什么？我听说什么肝腹水啊什么的，积水。特吓人，我觉得这个包哈。这肯定不是疝气了，疝气不可能这么大呀。太可怕了。特别像肿瘤。对呀，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所引起来的？肚子上鼓出了这么大的大包来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陈杰主任、姚静陈主任，欢迎您，陈主任。好，谢谢大家。啊，这病人怎么了呀？这肚子这看着太吓人了。我刚才听我们的嘉宾在猜是不是肿瘤啊？嗯，是不是这个腹水啊？是不是
就这么大点点儿。这个病呢是一个另一种疝，它疝非常大，时间非常久。这左边这个病人已经11年了，10多年的病，这边呢也是7、8年了，疝达到了60公分。对，60公分什么概念呀？半米多。我这是19公分一扎，这么大？三扎，大概就这么大。那要是，比如说要是从体积来说的话，像一个大西瓜，甚至一个大冬瓜那么大。比西瓜大，应该是大冬瓜。天哪，这么大！这太可怕了。但昨天就是说小孩没发育好啊，肚皮没长齐啊，他就会长一个小包出来。这疝是怎么形成的呢？这是后天形成的疝，所有的脏器在疝到大的时候全可以跑出来，跑到腹腔外，就像挎一个书包一样，跑到书包里边来，不在腹腔里待着。对，待会儿咱们再说说哈，这个人怎么就会长出这么大的一个疝来？如果真的要是发生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到他们了？好不好？好。待会儿慢慢介绍。谢谢陈主任，请先落座。今天咱们现场啊，也请到了一些曾经得过疝气的朋友们来帮我们分享一些他们的曾经过往的经历哈，也提示大家以后发现问题的时候应该尽早的去就医啊。我们先问问四号的观众，您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疝气的？哦，我是在，7年前，我今年是59岁，那就是52岁的时候，对对对，得了疝气。我这个得的是脐疝。哦，当时怎么发现的呢？他就自己鼓出来了吗？当时呢，我这个是上班的时间骑着摩托车，骑摩托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摩托本身就这么马路上这么上，对，完了以后啊，因为是冬季，我由楼里面出来，到外面空气又冷，这个一咳嗽，剧烈的一咳嗽，就事儿就突就出来了，这是第一次，觉得好像一股气儿把肚皮冲破了，这么着，实际上没冲破，但是说呢，已经把那个。就是肚脐眼那地儿啊，已经是从这儿出来了。我们再问问5号的观众好不好啊？您是在多大年纪的时候发现有疝气的？我就是那个3年前做了一个次手术，那个伤口上发炎了，然后就成了那个疝气，就是。那会儿是多大年纪啊？那个大概46岁。我们再问问6号的观众啊，爷爷您今年多大年纪了？83，大概是10多年前吧，有一点就发胀，完了医生给我就买了一个疝气袋，兜兜，把那个睾丸兜兜，兜上来了，兜上来还挺好，没事儿。
今天就是我忽然感到，哎，怎么回事？兜，我还兜着，他这够不着，长了个包。哦，就是在大腿根儿这又长一包出来，新长的。他出来了，出来之后我要坐着，一摁他就回去了。等我躺下睡觉，他就回去了。等我一走路，他又出来了。哎呦，就这么一个这么大一个包。您看，就是我们三位观众都跟我们说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哈，今天请到这三位观众，应该都是在40、50、70、80的这个阶段了哈。那到底德善气啊和这个年龄有没有关系呢？看看大家对这方面了解多少啊。来看一下这第一个问题，年龄越大，善气的发生率就越高吗？您觉得这个说法呀是还是不是呢？请大家做出判断。那咱们看看大家对这方面了解多少，和年龄有关系吗？我们看绝大多数认为和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哈。那我们看看是有关系的还是没关系的，年龄越大还真的是疝气的发生率是越高的。疝气绝对是个老年病，国际文献的报道大概60岁的老人疝的发生率大概4.4%，国内呢有的说是1到5%，最高是新疆地区报道11%。哇，那么会得疝气，60岁以上的老人，但75岁以上的老人腹沟疝，就小肠疝气的发生率可以达到75%。啊，那想一想，80岁以上的老人，大家想想，如果去体检去，可能有一半的人都会有疝气。是哪个地方因为上了年纪之后就变薄了呢？我们的肚皮啊，就相当于一件棉衣服，大家可以理解，棉被褥，这个就相当于它的皮肤，啊，棉袄的里子就相当于里边的腹膜，这两个都是弹性非常大，可以随着肚子的增大，它会变大。生完孩子，比如说怀孕的时候，它会变得很大，但生完孩子以后，这它又会变小。但是里边这一层，絮，棉袄的絮，就相当于我们的肌肉层和筋膜层，这一块才是真正能吃住张力的。它弹性的东西是没有张力，弹性非常好，但是不能吃力。真正的吃力是这个，而肌肉组织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会老化，会变得弹性非常差，会变得脆弱，会变得退化。所以老人的腹沟疝发生率非常高。那咱们得寻找一下诱因，同样都是上了年纪，咱们应该啊尽量避免什么样的因素，让我们呢能够减少发生这种疝气的可能啊。来看看这个问题，我们看以下哪一种情况是容易诱发疝气的呢？是生气、吸烟还是运动呢？请大家做出判断。我觉得生气就是我们上期讲过嘛，是孩子可能会由于生气，它主要是哭闹嘛，生气的一个副作用。吸烟简直是无稽之谈，你要说引发肺的毛病哈，我倒可以理解，引发太远了。运动我觉得靠谱，为什么呢？刚才大胳膊就是叮叮叮叮叮砰就出来了，打篮球砰就出来了。什么导致腹壁破损？那得外伤吧，最起码，生气的话，有外力，对外力。你说生气可能真不至于，你一生气哪块机体就砰破了，这事不靠谱。吸烟嘛和运动嘛，其实我更倾向于选运动，但是我又不是特别认同，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你要跟我说我哪天运动完之后，好家伙，身体哪块坏了，我也没法接受。那咱们来看一看大家的判断和选择啊。我们看，绝大多数观众认为这事儿和生气哈，或者是包括运动这样的一些剧烈的行为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呢？这里是由无限极高品质中草药健康食品独家冠名，由关注白内障、关注眼健康的沙普艾斯特约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呢？更容易诱发疝气的是吸烟。这个题目确实有点难，确确实实是抽烟，容易这个诱发疝气。为什么？因为抽烟有两种情况。第一，抽烟可以使身体里面的一种酶发生改变，而这一种酶呢，恰恰就是控制我们腹壁肌肉和筋膜组织里边的胶原的代谢的。如果这个酶出现了变化，这里边那个胶原的代谢就会出现问题、紊乱，然后这肌肉组织就变脆了、变薄了、提前老化了，
提前退化掉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抽烟抽到老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会容易支气管炎，容易得肺病，像刚才我们这小婷婷说的，一咳嗽那腹压又增高了，本来就很薄弱的组织再加上咳嗽，那不就增加了呢？那大家可能不太理解的，大家都在问，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哎呀我生气啊，我这要把疝气气出来了，其实疝气和生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成人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生气是一个情感性的运动，对，它不会引起机体的器质性的变化。第三个呢是运动，大部分的运动包括体育锻炼包括体育项目跟疝气不仅是没有关系，而且可以预防疝气的。你看，像婷婷刚才猜得非常对，但是有些个别的运动，比如说需要腹压剧烈增高的那些运动，比如举重，哎太对了，你看出来了，一个你一个我，在举重的时候大家都看到那举重运动员要勒一个袋子，一方面保护了他的肚皮的薄弱区，同时呢也护一下他的腰，包括踢足球包括打网球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需要全身的肌肉配合使劲的那种剧烈运动，可能会引起疝气的增加，但大部分运动只会使身体的肌肉加强，慢跑啊，反而预防了疝气。我们先问问啊，这个六号的爷爷，麻烦把话筒再传给六号的爷爷啊。爷爷，您发现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那个小包是特别容易再鼓出来的，或者是它会加重的？我现在的感觉，假设我走路，它就出来。我躺着就好。我一摁它就回去了。蹲马桶的时候会吗？我蹲马桶时候。大便干燥的时候没这感觉。哎，那爷爷的表现很奇怪啊，我们觉得要是便秘的时候很使劲儿啊，那个腹腔压力也会增大，可是爷爷怎么没有反应呢？他因为他这个疝呢恰恰是搁在了大腿根这个位置，大腿根这个位置没有人能站着接大便呀，一定是蹲下了，一蹲下师长自己已经给他挤住了，就缓解了，他靠说使点劲儿啊，或者是有点咳到了，他可能就出不来了。那如果是这种脐疝的话，拉大便的话，如果干燥就容易鼓起来了。你问问这位四号的这位的啊，会吗？比如说便秘的时候使劲排大便的时候会鼓吗？会有感觉的。也是因为他这个你使劲了，他就会把那个包啊就。因为它好像是气儿似的，它就给你鼓出来了。等会儿你一按呢，它又从那个口那地方又回去了，就那样。那我们再问问五号的观众哈，您觉得什么样的情况那个包鼓起来的会比较明显一些？就是咳嗽的时候，就会鼓一点，明显一点。好像都是跟这个姿势啊，跟咳嗽，就是腹腔压力增加是有关系的。对，主要还是因为腹腔压力的增高。您见到过的比较特殊的什么样的诱因也有可能会让这个小包又鼓起来了？所有的腹压增高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包块突然出现。还有一些狂笑大笑啊，比如我们不行，不是不行，可以笑，但不要那种爆笑啊。我们春节期间碰见一个小男孩19岁，就因为抢了一个大红包，他在抢完红包以后呢高兴就跳起来了，哈哈大笑一跳，其实呢和笑本身也没有关系，和伴随着那个大笑的一些动作使他的腹压突然增高了，他只好到医院里边来看病，然后我们给他做了急诊手术。那一旦要是在肚子上啊发现了这样的一些小鼓包，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是疝气引起来的呀，还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长了一些结节呀小肿瘤啊所引起来的呢？咱们先问问四号的观众哈，你有没有一些判断的办法？我就是因为那一咳嗽突然的那么一冲，他那个气冲的是，这个就等于那个，肚子里是一股气冲到这儿来的。充气儿的时候他才会鼓。对。没气儿的时候他又会怎样呢？没事的时候，现在没事的时候你这么给他可以按回去，他就没事了。按回去就可以了。有时候会鼓出来啊，这跟气儿是有关系的啊。对，那能不能辛苦您麻烦到台前来一下，我们也请陈主任到台前来哈。就什么样的肚子上的小鼓包是疝气，怎么样和其他的比如说不太好的结节呀肿瘤啊能够区分开来？老开看一下啊。一使劲儿啊，使劲儿使劲儿啊，这包鼓起来了，看到吗？哪里？看到了吧？这个有一点白。对，鼓起来了啊，你看啊，因为就回去了啊。如果是腹水，躺下来以后肚子会变小，
但不会肚子没有这个包没有了，就像青蛙一样的浮。大家知道蛙状腹跑到两边，跑到两边去了，它还会在。对，它还会在。但要是肿瘤呢？嗯，躺了以后没变化，没有变化。嗯，不可能说躺下肿瘤就没有了。而疝气呢，绝大部分的疝气，有90%甚至95%的疝气，一躺下就没有了。我们叫易腹性疝，它这个呢已经不是易腹性疝了，是疝的第二个阶段，叫难腹性疝。难腹性疝呢，就需要我们用手稍微给它按压按压，但是有时候它得自己找它自己的体位，啊，因为它这个疝呢，因为是比较胖，你知道，不是肠子出来了，它是肥肉油出来了，脂肪，脂肪出来了，所以肥油出来的疝，大部分都是难腹性疝，而小肠呢，它疝一躺下自己它就咕噜就回去了，所以有时候病人就能听见的肠子的声音，所以才叫疝气。所以你看，他躺着自己，他就消下去了，就凹下去了，慢慢慢慢就是一个凹坑，啊，就变成一个凹坑了。明显回去了一些。好嘞，谢谢您，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谢谢。哎，我还记得昨天的节目当中提到，就是小男孩要比小女孩更容易得疝气哈。那要是对于成年人来说，有没有比如说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这个得病有区别的？也有区别。对普通的小肠疝气来说，男女比例大概是15:1。哦，女性很少，对，男的容易得，男的更多，这为什么呀？对，因为男性呢有两个原因，一，他的先天性的有因素，就是睾丸下降留下那个通道，23%的人一辈子这个通道都不完全闭塞，但仅仅是一个小眼，没事，比如说0.2公分、0.3公分，到不了肠子或者腹腔内容物能下去，而比如说有得了肝硬化腹水的病人。得久了以后，哪怕有一个针眼这么一个小眼，水都能下去。水一下去，慢慢就把这洞就扩开了。所以这就容易得疝。刚才不都说了吗？正确的运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疝气的发生的哈。那咱们就得看一看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可以让我们的腹肌啊更强大，让我们即便上了年纪之后呢也能够减少疝气的发生。跟着我们专业的教练和何佳博士一起来学习一下。有请两位。好的，小季，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孝文教练。你好。你好。啊，这个小季刚才说的这个腹部锻炼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就是仰卧起坐嘛，对不对啊？对，我们最常见而且最习惯练习的就是仰卧起坐。那你今天是不是也是就教教咱们做做仰卧起坐啊，就可以预防疝气了呢？当然不是了。啊，为什么呢？这个要稍微往前一点点讲啊。我们说腹部的肌肉，我们如果从位置上分的话，分为表层的和深层的。那么其实我们对于疝气的运动方面来讲，更希望加强的是内侧深层的肌肉，因为内侧深层的肌肉它是附着在它的你的腹部的肌筋膜上的。是的，筋膜上，如果你的筋膜以及腹内侧的肌肉很薄弱的话，就是像很薄的丝袜一样。但是如果你希望这个丝袜变得很厚，我不容易透过的话，那我就需要把深层的肌肉练得更好，就是把这个丝袜把它锻炼成这个棉袜啊，这个非常强大的布袜，对，这样才行。所以要练深层的肌肉，就不是卷腹能练到的了，就不是仰卧起坐能练到的了。那这样咱们来看一看，要预防疝气啊，这个腹部的锻炼应该怎么做啊？你教教我们。好，那我们先说要练习的肌肉，腹内侧斜肌以及腹外侧斜肌，那么通过更多是通过静力性的动作去完成。你看刚才说，像什么举重呀，然后什么踢球啊，它都是需要你原动机去练的。对，这个是动性的、动力的，而我们更多是用静力的。也就是说维持这个姿态更有用的。对，明白了。怎么做呢？那么如果在家里面的话，如果我只有一个人，那么请何博士作为一面墙，作为一面墙。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我可以这样去做，在墙的这一侧，外侧的腿向前一步，弓步，身体是中正。当我做动作的时候，我的胯不等扭动，我的胯是稳定住的。好，手基本是小臂，也就是说骨盆是冲前的。对，骨盆冲前的，而且在使劲儿的时候，胯不能动，不能转。好，手推动了墙，我这个手使劲的向前推。当你手单侧的向前推的时候，其实就动用了腹内外侧斜肌，能感觉到很强的推力。有这个感觉，就是其实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身体并没有很大程度的没有很大的转幅度，但是启动了。但是呢，实际上是
这个腹部就是收紧的状态。对对对，明白了。那这样，那如果是我也要，我们两个人一起锻炼的话，怎么做呢？如果两个人的话，非常的好玩，就像太极的推手一样。这样。我们来先要站姿，面对面站好，然后呢，一个人往外走一步就行，一个人不动。就是我们俩错开一点。外侧的腿向前，小步的迈一步，基本是足弓这块平行就可以。明白了。然后也是前腿屈膝，后腿伸直。后腿打直。对，然后手在一起，合在一起。明白了。在整个动的过程中，还是像刚才动作一样，髋是保持不动的。你可以首先叉腰，保持一下啊。好，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手已经开始使劲了，我们的肌肉已经开始要抖了。现在我们两个人这块已经启动了。我已经感觉到，我已经感觉到腹部是收紧的状态了。对，加强版就看两个人的配合好不好了。怎么做呢？你稍微多加一点点力，你多加一点点力。多加一点。对，然后我配合着，两只手之间的压力不变，推过来。然后呢，你稍微撤一点点力，我多一点点力，匀速的推过去。这要收紧，这不动。再来一次啊。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保持呼吸，千万不能憋着气。明白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手上在用力，但是实际上我的身体特别是腹部是收紧的。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我的肩膀，肩膀有左旋和后旋，右旋是肩膀有旋的，但是骨盆没有变。骨盆没有变。因为更多的腹内外侧斜肌的练习的时候，都是身体稍微会有一点点悬的。明白了。这个动作您还别说啊，看起来运动幅度很小，但是我觉得这个肌肉收紧的效果是很好，都有点微微的出汗了。这是站姿的啊。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我平时，那我到晚上了，我就看看电视，准备睡觉了，同样可以在垫子上或者在床上去完成的。把这个碎片时间也利用起来。对，怎么做呢？您教教我们。好。就是现在我们模拟的是晚上躺下的时候，躺下了，我躺在床上了。好，屈起单侧的腿，膝盖90度，髋部90度，然后呢，手基本是正好能够手掌能够推带，就是对侧的那只手，对侧的。然后呢，现在开始跟刚才是一样的，开始对抗用力。假设你的腿是刚才另外一只人的手，腿开始向上抬，手向下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你的胳膊和大腿要较劲。对抗，要互相较劲儿。对的。这个时候我这儿是紧的。然后你如果还想加强版的话啊，这个力量不减弱的话，慢慢的抬腿，这个会更难一点。对了。也就是另外一条腿再抬起来的话，对，看这力量始终是不能减弱的，慢慢抬腿，慢慢落，这个过程一样，不能屏息，千万不能屏息，要去顺畅均匀的呼吸就可以了。试试啊，来我试试、啊，各位试试，您给我纠正一下我的这个动作，然后就是平常的，先躺正，一定是躺正的，好，然后收这条腿。对，然后对侧的手推，为了检查是不是使好了劲儿，我把手放在你的手和膝盖中间，来脖子放松，脖子要放松，只有这使劲，头不能使劲。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只要一用这，马上就觉得腹部就对，很明显，非常紧啊。手再使劲一点，你尝试着匀速把左腿抬起来。这个抬起来觉得慢慢的落下去，这个肌肉完全收紧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练的时候不抬腿。当你觉得已经慢慢习惯了，练的时间比较久了，你希望更加强一点，慢慢的、匀速的、缓慢的抬起来，非常慢，倒数5下才可以落下去。5、4、3、2。这个动作真没想到，锻炼的效果这么好。对，那是不是做2下，然后换一条腿？对。对，哇，这个感觉，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感觉，就是你看我的这个汗，其实啊，虽然是感觉好像是我们的手和腿在做对抗，但是实际上呢，动用的是我们腹肌的力量，就好像是他的这个手腿，然后一直到腹肌形成了一个这个环，对的，连起来了，所以我手上用了多大的劲儿，我的腹部也就收得有多紧。这个动作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好像做一做这个腹部都要紧实一些了。对，可以增加腹内侧肌群的这种力量，筋膜更加紧实。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老年人疝气的风险了。对的，太好了，谢谢肖恩教练，小静。
谢谢两位啊。刚才提到，虽然呢，上了年纪之后，老年的男性更容易得疝气，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女性啊，也容易诱发疝气。我们看看在哪个阶段啊，是应该让我们女性提高警惕疝气的发生的啊？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看女性在哪个阶段是需要警惕疝气的呢？哦，青春期、孕期还是更年期？请大家做出判断。是青春期应该不至于，我正经历哈。你也就过了。刚刚主任也说了，说吸烟能够导致疝气，是因为人体的那个酶紊乱了。这孕期和更年期都容易那个内分泌有点失调，但是我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更年期，因为更年期的女性太可怕了，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对，首先更年期的女性容易大笑，还容易大哭，还容易生气，还容易咳嗽，所以这些东西集中在一起的话，真的有可能。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啊？会在哪个阶段容易发生呢？集中在两头啊，青春期或者是更年期。那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您家里边有人，包括您自己处在孕期的时候，要警惕疝气了啊。孕期到了四五个月，尤其到六七个月的时候，那宝宝就变大了，那孕妇的肚子就很显形了。就鼓起来了，所以孕期是容易诱发疝气的，尤其是小的时候，小女孩小的时候有疝气，后来愈合没有了，就自己闭合了的这种疝，所以到怀孕的时候疝又出来了，又撑开了。当然它还有激素的原因，有身体里边呢，在孕期有激素的原因，使这个肌肉组织都松弛了。那这么说的话，大概明白了哈。这小孩如果之前得过疝气的话，可能怀孕时候更容易发生。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部位是孕妇容易发生疝气的呢？我们结合一个大的道具来跟大家说明，好不好啊？第一种呢，就是刚才说的小肠疝气，就是腹股区的一个先天性的薄弱环节。这个地方呢，可能是他小的时候有疝气，也可能是后来又通过腹压增高顶出来了，这是一个叫腹沟区，就是腹股的韧带的上方一点点，大腿根部上方，这叫腹沟区。实际上还在耻骨的上方。另一种疝呢，比较常见的就叫肚脐疝，肚脐这本身就是一个薄弱区，这个地方没有肌肉组织，只有一个脐带跟母亲相连接的时候，这个脐带仅仅就是一个血管，是一个大血管。这个大血管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洞。所以腹压一旦增高的时候，这个地方也会从东西钻出。还有另一种更加隐匿、更加可怕的、更加严重的疝，一般的发生于多产妇和老年人，容易得另一种疝叫股疝。实际上这两种疝呢挨得很近。对呀。对哦，怎么区别呢？有时候就是在腹沟韧带就隔了一条我们一个绳子一个线那样的，下边呢可能更危险一些，因为它位置更隐匿。另外呢，这一块的疝是挨着两边是骨头，一边是血管。一旦肠子卡着了，很容易卡死，更容易出现嵌顿。那就相当于就是在大腿根这个地方，咱们都能够摸到一条那个界限。对，然后这个是在界限下边长的。对，那就等同于长在大腿上了。对，叫所以叫骨嘛，骨就是大腿的意思。掉到这儿来吗？对，这一类的疝皮漏了，一般不会太大。但是很危险，就是我们普通的腹沟疝就发生嵌顿卡死的这种概率只有3%，但是股疝的发生率可以达到60%。所以咱们还是要提醒准妈妈们要注意了，这个期间要关注自己肚脐呀，包括大腿根上面这一点点的位置啊，两侧都是哈，甚至是包括大腿根底下的这个地方都会不会长出一些小包，长出小包就得赶紧去医院了哈。好，谢谢陈主任给我们的提示啊。咱们要说到女性，我想问一问五号的观众啊，刚才您说哈，自己是曾经做了一次手术，手术之后才引发的这个疝。当时是做的什么手术啊？没有，他说是输卵管发炎。输卵管有炎症。发炎。那要是做手术的话是在哪里？大概这个位置吗？就在小腹部。小腹部，小肚子的那个刀口当时有多大？大概有2寸吧。那我们看这张照片，就是我们五号的观众在做完输卵管手术之后在
腹部上留下的这个疤哈，这个疤按说还是挺长的。那做完之后多长时间，然后就发生了疝气呢？当时就大概两三个月吧。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它刀口太大了才会长疝气呀？其实这个刀口并不太长，也就十多公分，它就照着照片，因为放大了，显得特别大。你要做手术，肯定要把全肚皮全层都要切开，不管是皮肤还是肌肉还是腹膜都要切开。切开以后，它的愈合，皮肤是一个瘢痕愈合，腹膜已经愈合了，只不过它里边那个肌肉层部分裂开了。那我们看一看什么样的原因哈，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朋友应该警惕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呢，在伤口的位置的附近也容易发生疝气。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给您做个提醒啊。什么样的人手术之后是更容易出现疝气的呢？是胖的朋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营养不良的朋友呢？请大家做出判断。我感觉应该是胖人，糖尿病人普遍都很瘦，然后营养不良的人一般情况应该挺瘦的。就是胖人他可能你看啊，因为他比别人就是肚子鼓嘛，然后里面的可能脂肪什么都挺多的，是不是一旦有口之后他就容易更容易挤压出来，但瘦的人应该不会。但是我怎么觉得糖尿病人也会有风险呢？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糖尿病人后期并发症的时候，他有很多伤口不爱愈合，特别是肢端的一些脚上的伤口不爱愈合，所以这种不爱愈合会不会导致他做完手术的伤口也不那么容易愈合，就出现了疝气。那我们看看哪些朋友需要注意，先看看大家的选择啊。我们看差不多各自占到了三分之一，那也就意味着大家可能对于这个问题并不是十分的了解。那我们帮您明确一下，这里是由无限极高品质中草药健康食品独家冠名，由关注白内障、关注眼健康的沙普艾斯特约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那我们帮您明确一下，如果您是胖的朋友，在手术之后就更应该警惕疝气了。其实这三条因素都可以引起伤口不愈合，都是它的不良因素。但是我们更加作为我们疝气科的医生，更加关注的是肥胖。就伤口不愈合的病人，愈合不好的病人，或者是迟缓愈合的病人，不是百分之百的都得疝气。但是肥胖的病人更容易得腹切口疝。其实胖的人不是肉臭了，老百姓说是肉厚了，那叫五花肉啊。真真正正的应该能吃上劲的肌肉组织，它反而变薄了。胖人往往油厚，脂肪脂肪厚，脂肪厚是没有用的，拉不住。肚皮上的脂肪它是吃不上劲儿的，对，它是没有张力的，而肌肉组织反而变薄了。因为另外呢，胖的人腹腔里边的油，板油也厚了，所以腹腔的压力也就更高了，更不容易伤口愈合。内外夹击呀。对，内外夹击。另外呢，就是胖的人做完疝气以后容易复发，因为他腹压高，压力比较大。就像我们这个四号的这位先生，其实男性得脐疝的概率非常低。那他为什么得脐疝呢？他也没怀过孕，也没有什么腹水，他实际上就是因为体重超标。况且还超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四号观众，这个座位遮挡住了他的魁梧的身材哈。看起来还行。我们问问四号，可以站起来看一眼啊。您在得疝气之前多少斤啊？前大概220斤吧。哇，那您多高啊？我1.78米。我们再把话筒递给十四号的观众。十四号的观众是家里面有一位亲人哈，得了疝气是吗？是哪位呢？我母亲得了。他多大年纪了？74。他胖不胖啊？胖，也胖。那他曾经做过手术吗？他2014年的时候做过一次手术，但是做的是那个结肠手术。刀口有多大？刀口当时差不多有，我感觉有差不多20公分左右吧。这个就是您母亲是刀口哈？是的，是他那个伤口愈合的慢嘛，就很长时间就没有办法现在。就像陈主任刚才说那个流油。他胖嘛，他确实是流油。那看得出来，其实无论是患者本人，包括家里边的人，一旦有这种情况的话，都会特别的着急。一方面是以前那刀口可能还没长好呢，是再又鼓出一包了，你说这时候该怎么办呀？准备明天给他做手术啊，这个老太太，我们准备给他
贴一个大补丁。这不太明白，怎么在肚子里面来贴补丁？您大概给我们演示一下。不用开刀的方法，然后呢，微创就用微创的方法，只需要在肚子上打两个眼，打两个小洞，0.5公分的洞，作为操作孔，还有一个1公分的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补丁呢塞进去，给它卷起来，通过这1公分的洞给它卷，给它塞到腹腔里面去，然后用特殊的钉枪，就像那个装修公司用的那士林枪，啪啪啪啪打一圈。这网一撕一使劲儿，不会再漏吗？我们这个网啊，实质上就像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墙的里边的钢筋浇筑。我们只有有了孔，这个肌肉组织才更才能像钢筋像混凝土一样能够钻进去，对，形成一个完整的钢筋混凝土样结构，才能结实。就它是需要用肌肉脂肪跟它长在一起，哎，形成自己身体的一个浇筑，对，现在我感觉到了。这东西啊，还真的是挺结实的，我都已经使了挺大的劲儿，我就想把它扯，我看能不能够扯得破。对，这个真结实。这个东西的强度是腹壁的正常强度的80到200倍。哇，14号的观众，您觉得这种办法怎么样？挺好，挺好，挺好。这我们非常相信陈主任。就老年人如果要是身体条件不是特别理想的话，能接受这样的手术吗？一个是看他的心肺功能。你要全麻，不管是开刀手术和开科腔镜手术，局麻下是无法进行的。但是对普通的腹沟疝来说，那就不一样了。就像这个老爷子这小肠疝气，就那个6号这老爷子小肠疝气，我们完全可以就在局麻下，不用进食，不用下尿管，不用打点滴，直接做完了当天就可以回家做日检。这位老阿姨，她需要多长时间的恢复周期？她那个大概得10天，半个月的样子。10天是吧？需要住院的。尽管是。放到腹腔里边了，也得等着他伤口愈合，等着他的胃肠功能恢复了，才能出院。您刚才提到传统的时候，就是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是吗？你看那疝气的病人，过去走路的时候他是这么走的，直不起腰的，肯定不敢使劲儿的。他一直腰他就抻得疼，对吧？他因为缝在肌肉上的。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呢是采用的叫打补丁方法，是贴合，让病人站直了，打个比方说，缝了一贴，它是一个无张力的手术，对。啊，今天下午这老爷子做完手术以后，就可以直接从床上走下来，可能今天晚上他就可以出院，当天就可以出院。太快了。